然后因为阿姨刚刚拖了地嘛，然后突然间听到孩子哭，因为他有时候会梦哭嘛，我一急没穿鞋，哇，然后就滑倒，那下摔得我半天起不来。他也没有醒，他应该是梦哭，他最近晚上老是有点梦哭，因为我怕他醒来他旁边没人会怕嘛，所以我一着急然后就滑倒了，没事，现在是腰有点疼，不过那一下摔的是挺大，摔懵了都。